听头仔。早晨，呢啲醒张同埋我姜玲乐。早晨，呢啲醒张同埋我系 Candy。今日邀请阿 Ken 过嚟同我一起玩呢个 Pokemon 猜猜看。咁由于我最近睇咗一条片，系一个91岁嘅老奶奶。老奶奶。咁条片入面咧，个年轻人就俾啲 Pokemon 个老奶奶睇。系。跟住个老奶奶咧，就要估下嗰啲 Pokemon 叫咩名字。咁佢就估到古灵精怪。You want me to name an animal like that? Are you crazy?A nut. 那我就想試下 Ken 出一些新一代的 Pokemon 給我估下究竟叫什麼名字，因為我是只是看過第一代的 Pokemon， 只是看過無線那套卡通片，其他遊戲啊所有卡 game 我都沒有玩過。冇錯，咁我依家咧其實已經去到第六代、第七代嘅 Pokemon。咁究竟第六代定第七代？第七啊，好似係第七代。我哋叫佢做 Sun Moon 啦，係 SM Sun Moon。SM 係冇錯，咁 Sun Moon 啊嘛，咁咪簡稱為 SM 啦，係咪先？係。我今次攞嘅係 Pokemon 卡入邊其中一盒叫做 SM 八 B 嘅一啲 GX 俾你。SM 八。第八代是的，没错，因为卡的第八代，卡已经第八代，卡好像已经去到第九代了已经。咁所以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去估下第一只猜猜看，就是这一只，摆明是狐狸嚟噶，狗嚟噶，类似类似，狼，色狼，咩色狼？有色的狼啊，色狼，顶，估下狼，好多毛嘅，毛狼。毛囊闭塞，裂空座。佢点解叫裂空座咧？就系因为咧，即系我哋会成日讲裂空座，因为 Anson 佢系砌咗副裂空座嘅 deck 啦，所以咧佢咧就成日讲裂空座，裂空座。所以我见到咩都话裂空座。裂空座冇错。裂空狗，依家裂空座系咩样我都唔知道。裂空座其实是一条青色嘅龙啊，你当。青龙，卧龙传说系卧龙传说。咁我哋开估呢一只嘢叫做好难读。中岩狼人，中岩狼人，咁啲岩喺边啊？第二隻，呢一隻其實係一條龍嚟嘅，龍，係蜜蜂嚟啊嘛，蜜蜂，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提示，蜂後，佢係有少少似蜜蜂嘅。三叉蜂王，三叉龙，咁蜂条尾有啲咩？针，系针龙。我哋打 dab 嗰只叫佢做毒龙嘅，毒针龙，就佢似嗰啲核突曱甴咁样。蟑螂龙，乜龙啊？密蟑螂，千枝针龙。其实都有少少似嘅，因为佢都系有啲数字喺最头嘅。百裂针龙。哇，好有型喎呢個名字！一針見血龍，所以你同到一日含包散都差唔多。其實呢一隻嘢叫做四惡針龍，邊四惡啊？其實我都唔知佢邊四惡，係好惡個惡，唔係佢有啲惡骨，惡骨個惡。跟住，俾啲簡單嘅呢一隻，咁啊，我哋俗稱佢叫做女王啦。咁其實佢都有個名嘅，青頭仔。女王點樣青頭仔？生菜包，喂幾似生菜包？你咁樣講，係咪草係噶？係係。菜苗搞，匆匆救地球，匆匆零三零。咩茶果？茶果小仙女。其實水仙白花。做女王咯。女王成為了登上懸崖峭壁的女子，有花瓣，有芽菜，有草。根據翻第一代嗰啲奇異種子個方向諗先，鬼避水仙花，鬼避野菜花，野菜花好似喎，水仙花柳之子，佢係女人嚟啊，同埋水仙花柳後。咁其實佢個名咧叫做沙奈朵，喂，完全唔啱嘅，係沙奈朵啊，又係一個人名喎，人達朵你達朵叫沙奈朵，呢一棟嘢勁啦，冇乜理，我知中央冷氣槽。其實你形容下佢似咩咯？哦，萬里長城以前嗰啲個城門上面嗰嚿嘢叫咩？女啊，鋼筋水泥女，中流砥柱女，咩柱女咯？中流砥柱女咯，佢係一個柱女。諗唔到啊！呢個乜拉嘢？其實呢個叫做女，有啲似抽氣扇喎啦。呢個叫呢個點讀？女落石 GX。其實佢叫做女落石 GX。呢個我覺得呢個正路啲。跟住之後咧，就到呢一隻好得意嘅一隻格鬥系嘅寵物小精靈。春麗。春麗頭，春麗頭踢腳啊嘛，係佢又踢腳，我知。Kumi， Kumi 係邊咩嚟啊 ？Melody 嘅 friend， Kumi， 勁似 Kumi 喎佢，春代，春麗個老母啊呢個。他媽歌詞，中國娃娃，關於咩有腿字嘅，南拳北腿，裂空咗，我又裂空咗啊！
唔係隻隻都叫尼空座㗎。南拳北腿火遮眼，咁係叫咩咧？係咪譯名咧？係卡爾路。誒，有啲正路。羅比路。其實呢一隻嘢叫做馬夏多。乜撚嘢？咁咧，我同 Anson 咧嗌佢做拳頭仔嘅。呢一隻咩嚟？呢只係？呢一隻嘢咧係頭先嗰只蜜蜂差唔多。唔係，同靈異恐怖靈異事件。夜晚唔好講 Pokemon。係啊，勁恐怖。呢只應該係一隻馬嚟嘅。因為它是四腳的，四腳爬爬像什麼鷹狗馬鷹狗馬鷹六百狗。其實呢它這隻東西有個特色的，它本身就是一般屬性的，然後呢你只要插一些 CD 屬性的 CD 下去，它就變了那隻屬性了。即譬如我插個火屬性的 CD 下去，它就變火屬性的，就是 Game Boy 雷射攪拌機、光波爐、雷射光波爐，其實它叫做銀伴戰士。乜撚嘢？呢一隻啊，呢一隻鋼係嘅。完全唔知做乜，我完全睇唔明呢只係咩嚟喎？邊個頭啊？呢個頭嘅咁似咩嘅獅子？咩嚟？鋼獅子，同埋佢係一隻神獸嚟嘅。鋼獅子，佢個名字超級長，所以獅子山隧道。我想講佢個名係超級長，所以你係諗你係唔使估佢叫咩名，但係你覺得佢似啲咩？索斯機械獸。喂，跑咗第二度啊！這個是寵物小精靈舞龍舞獅獅身人面像感受前程神獅發光光光師傅金光閃爍雷獅，它的名字有九個字，金光閃爍雷獅EX。 你估到這樣也挺厲害，其實它有個名字，哇，我自己也要看這個，一定要，因為都挺長，是超長，它叫做奈克洛之馬黃昏之中。乜賴嘢？完全冇重點啊！係完全冇重點啊！跟住之後咧，佢有個 friend 嘅，跟住我俾埋你睇，佢個前面嗰個名都係一模一樣嘅，你記唔記得啦？唔記得啦。係奈克，我其實我都唔記得。奈克洛之馬，啱啱嗰只叫做黃昏之中啦。咁呢一隻咧，就估佢後面嗰四個字啊。咩？洛克奈之馬，暗夜之鬼。你使唔使睇下佢似啲咩？似啲咩？我完全唔知佢啲身啊、手手腳腳喺咩位。似只蝙蝠，系系冇错，似只蝙蝠。奈克洛之馬蝙蝠俠，你會得罪咗 DC 嗰啲 fans 啊！奈克洛之馬火箭頭，奈克洛之馬，乜乸嘢啊？奈克洛之馬神奇碎馬粒，邊度有馬騮俾你睇啊？奈克洛之馬打開天窗說夢話，咁其實佢係叫做奈克。洛之馬揮曉之翼，乜乸嘢？唔係，係佛曉，係佛曉啊！佛曉之翼，邊個改嘅名？唔使咁長，我都唔知。記啊，唔好咁長啦個名，冇睇開冇玩開，觀眾都唔知道做緊乜嘢。你哋估唔估到啊？乜嘢芝麻糊啊？咩芝麻開門啊？咩九品芝麻官啊？都幾難估嘅，其實冇理由介紹個新朋友俾你識嘅，你估下你個好 friend 叫咩名？嗰啲就好熟喎，蝌蚪嚟啊！我知道 WiFi 蛋，乜鬼 WiFi 蛋？哇，佢个身上面有 WiFi 喎，豆豆兽，路由器，仲唔系路由器？咩路由器？側邊兩個天線，跟住中間 WiFi 路由器。係喎，佢個身有 WiFi 調轉嚟啦，仲收得幾清添喎，三格。蝌蚪啊？我覺得佢似係一隻蝌蚪，我自己都唔知佢係一隻咩。佢似啲咩個形狀似咩？豆波啊，藍波波、零波嚟、連耳波，好似咩喎？佢好似一隻一條魚係咁樣樣嘅喎。梁醒波呢一隻嘢咧係藍沼王嘅退化。沼波叫做烏波。乜撚？邊個烏啊？烏啊！有一環啊，烏波。系啊，冇錯。喂，我最後尾俾一個，再俾多一個。仲有得估啊！阿姜話佢自己咧就有睇呢個第一代啦，咁應該對第一代啲寵略有所知啦。咁我俾翻第一代嘅寵物睇下佢估唔估得到。呢一張咧就係大木博士同埋小智嘅媽媽咧有嘅一張卡嚟。呢個我記得嘅，佢個名好熟。又話識第一代。呢個第一代嘅。係啊，第一代。因為我玩 Pokemon Go 啊嘛。Pokemon Go 佢係喺外國先捉到嘅呢一隻，唔記得咗乜嘢小丑，賣藝小丑，唔係，你睇佢啲手指，網真啲啲手指，日本小丑、元首小丑、十五二十小丑、包戰揼小丑、雙破小丑，係裂空座，誒呢一隻叫吸管小丑，哦吸管小丑，係啊，證明我第一代都唔識，我淨係識嗰啲咩大岩蛇啊，今次 Pokemon 猜猜看係觀眾領睇嘅，耶！
呢部片係證明咗我對 Pokemon 接近零知識。要我補下啦，知唔知啊？你會唔會想玩卡？我應該唔玩，好挫敗。咁其實咧，依家新一代嗰啲 Pokemon 咧，基本上如果你真係冇追開咧，你係唔會一定唔會知道係叫咩名，邊個改名㗎？係同埋係邊個改名？台灣人定係香港人改㗎？台灣人改嘅。台灣人改嘅，搞錯了。好啦，咁今次條片又嚟到呢度啦，大家記得 like、subscribe、follow IG、like 我 Facebook。係啊，同埋睇多啲 Pokemon， 同埋上姜你咪屋企，然之後咧灌佢食毒藥，幫佢打針，幫我灌針，碾爆佢春袋。好啦，咁我哋入房啦，再見，再見。喂 ，Let's go， 諗起我興奮，走。